中央电视台非常六加一，我是节目主持人李勇，你好。你找我吗？你要什么？你就在电话机旁等我吧。啦啦啦啦。假如你的生命还只剩下一天，各位，你们会做什么？我会找一个安静的地方静静地待着，我不会有道歉，也不会有离别，更不会有抱怨，我只会有感谢。我要感谢能和你们再次相处，我也要感谢你们对我的关心，更要感谢现场的各位还有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朋友，谢谢你们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。